大家欣赏一段这个表演了、啊、哦，是什么呢？这个人可有来头的，这个人是在大概清朝的时候。清朝、啊，现在哎呦，不是他们来头，这个清朝，我们看得到吗？世世代代都是做表演，哦、是啊，都是表演给皇帝他们。想说我们看得到吗？现在竹马已经暴露现在，真的有竹马。包括今天来我们这边，他们的最后这一代，都还曾经表演过给江泽民先生看。哦，那可有来头！哎，不是开玩笑的，好不好？一块来欢迎这位大师，应该是运桥镇先生的表演，欢迎他。
笑，掌声鼓励。哇，真的好厉害！还有哎，换鞋子，哇哇，不会咬上去吧？比他身高都高哎，怎么可能？我告诉你，小可上去一定是卡在中间，踩着轮子上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很好的腰力跟腿力啊，但是他腰为什么还是这么粗呢？哇，单脚也是单脚，好，还有东西啊！哎，我那个妈妈哟！哇，在上面吃面，哎呀，干嘛？哎呀，哦，他要踢上去啊！怎么踢上去？第二个，好，哇，哎，不要说踢啊，光踩那个我们都觉得好危险，一只脚在平衡呢，对，哦哟，翻两圈呢，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棒哦，哇，一次两碗，两个哎，哇，一次两碗哦，怎么可能？哎，你讲碗，我肚子饿了，是啊。哇哎呀哎呀！不会吧？会这样摆？怎么办啊？这样摆哪有可能？这样摆哪有可能？这样摆哪有可能？好厉害哦！哇！哎呦！哎呦！不会吧？哎呀！还有一个漱口缸哎，糟了糟了！对啊，漱口杯，这怎么玩呢？天哪！哇，他的动作好帅气！哎呀，他这样子啊，他叠起来要蓝色在中间，有没有？妈呀！他有特别告诉大家。哎呀！这样蓝色可以在中间？不知道啊。老师加油！细一根，我的天哪！哇，怎么办啊？哎呦，太厉害了！可以了吧？太，整组餐具都在头上了。啊！哎呦！哎呦！三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四！好酷哦！六，好酷哦！七，八，九，十，不会吧？耶，十个碗呢？一次十个，教怎么放？哎，那他们家境要不错，不然这个一失误啊，对呀，哎，这个成本很大的，成本。小心小心！哎呦，这是玻璃的吗？这个很重哎！喂喂喂喂！重做！哇塞！啊哎呀！什么？老师你要干嘛？烛台？哎呦！还用嘴巴喊吗？他用那个接吗？我的吗？啊！还有茶壶，还有水耶！哎，真的有哎！哦，还有，他干嘛？哎呦，哎呦，老师要干嘛？这样水不会洒下来吗？提他！哎呦！哇！杯子，一定要有杯子，杯子！哎呦！不会吧？好紧张啊！
糟了，还有茶杯盖，我的天，哎，这个特盖，他怎么知道要递到哪里啊？对啊，哎，这个特技会不会太精致了一点？怎么可能盖得住啊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啊，菩萨，加油 ！Oh my god！ 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可怕！哎呀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对。哎呀，太了不起了，好帅哦，真的傻眼哎！哎，这样子好了，省人力耶，他什么都能踢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身上抽一些东西让他踢一下啊，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准备一些小小铜板，抽一下，抽一下，来进来，进来，来来来来，啊！我告诉你，这真的突如其来的问题。干嘛一个就够了吧？十个铜板，啊，对，十个铜板给老师，你不要让老师练了几十年的功夫，烟灰一代，在节目当中就这样子，十个铜板嘞，真的要劈！天哪！观众朋友，这是人工啊，哦，十块十粒。十个，既然要这样，我们玩大一点，好不好？小可，还两蛋，鸡蛋跟纸杯，是，好的，来这个一起劈，对，开玩笑。希望您可以把那个蛋黄跟蛋白分开。先跟飞哥打。你好，各位嘉宾好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。哎呀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哎呀，美女的意思是说，鸡蛋到杯子里。啊，鸡蛋踢到杯子里，是的，您先把杯子放到碗里边，对，是，加油，欸，我们会不会太坏了一点？这个是观众的不得了，后面小心，自己想办法，真的不要被蛋洗哦，蛋洗脸就不太好了啊，一旦洗脸啊，不是，因为那个杯子很小，对，老师不行，主要是鸡蛋是圆的，对，对，我的一只脚控制车放这个蛋，它会跑来跑去。它没有平面的，太难太难。哎，我们光蛋立在地上都立不太平，对不对？加油，老师！加油加油！哎呦！这怎么踢呀？哎呀！哎呀！你猜怎么了？你猜怎么了？看看看看。各位观众，哇塞，太夸张，如假包换，这个蛋真的就这样在里面，真的。您看看，各位先生女士，哎呀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天哪，干脆这样子，我们踢个牙签，你有没有办法啊？老师试一下，这不是强人所难的吗？包大哥，你这个已经够小了，你接下来来乱的，对呀，包大哥你真的来乱，找麻烦，踢四分之一。包大哥，我跟你有仇吗？不是，我们没仇，但是我一定要把你整死。不是，这是哪儿话的？不是，我们要结缘嘛，结缘啊。牙签的四分之一，这个用眼睛根本就看不到，因为头上的碗是活的，对呀，不能抬头，对，只能凭感觉来踢。而且我告诉你，越轻的东西越难踢，真的，因为它没有重量，它没有着力点。对，怎么踢？哎，好厉害哎！哎，光骑车骑那么久就很厉害，对呀，很快。这骑了回家踢腿，它完全无重量，它怎么去感觉的？你看看，哎呀，哎，怎么样？天哪，真的，怎么样？哎，真的在里面，你看，拿来给拿出来给观众看。来，哎呦，你看看，四分之一，哎呦，哇，帅，谢，怕了哇，还要把那个，还要碗是吧？还要碗，哎呦。哎呀，好，你就干脆让我站在这边当你的助手就行。想不想到你？最后一样东西这样好了，真的来。因为小的东西啊，对，碗能装得下。是，对。现在咱们改一个大的东西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样子好了。您说，你说从我们身上感觉好，我们再跟你套过。我们现场观众来，谁一只鞋子借我一下？啊？你要挑 size 大的。刚刚上完体育课，你问什么？
刚刚您看到踢的东西都能进到碗里，是这个要在这么大，这很难哎。你要这样放，这只会让你脸上多他的脚的这个晒，就是碗碗会掉，不能放歪，放歪就得滑下来了。直放哎，对直放会斜。哎呀，糟糕糟糕，这我现在才想到这个怎么放法。对呀，两次机会试看看。哎呦，不过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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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踢之前，我想问一个问题。是，这位好朋友您好，您几天没洗脚了？真的是考难题哈，这个很难哎。你看我们爱晨也看到目不转睛啊，真的。哇塞！哦，再一次，我告诉你，太难，这不是，因为一般来讲是小方舟，它这个算是一艘大轮船，太大了。加油！掌声鼓励！哎呦，大师大师，哇，真的是，没想到我们这个运桥镇老师啊，这个今天让我们这个春晚呢、提前在我们今天就大哥大演出，今天在做春晚，对，今年春晚，今年春晚，今年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，对不对？这不容易啊，就御用。特技世家，哎呀，这话怎么说？你们晓得吧？不知道，怎么会有御用呢？对呀，因为它是祖传的，啊，对，是，已经好几代了。在清朝，在皇宫廷里面，他的这个祖先就是专门以这个特技在这表演给皇帝看。对对对，哇，哎，像我们主持节目也不长嘛。对不对？是，从这个老蒋总统那个也算御用的，御用，对对对对对的，飞哥也算是国宝级的，因为你也有领战士授田证，哎哎哎，对对对，哎，荣民证。然后呢，我看过多少特技啊？是，这个脚上功夫这个，但是你说叫我看到那个茶壶盖，一踢上去还是水到打架，还在。茶壶还有水流出来，这我这一身警戒呐！哎呀，我这真是太吓人了，真的吓人！谢谢谢谢。啊，说句实话，能上飞哥您的节目，真的十分的荣幸了。哇，因为。您在两岸三地，在北京真的很红，因为我有很多朋友都问说，你们台湾有一个那个头发戴个那个假头套似的，还像，因为您老戴一个眼镜嘛，就问说那个人他是不是眼睛有毛病，他们出来戴个眼镜，我说不是了，我说那是台湾的，算是这个综艺界的龙头老大，哎呀，因为他的这是他的特殊的这个形象招牌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说有这么一个机会能上飞哥的，哎呀呀呀，真的非常的谢谢，而且又握到手了，对对对，哎呀，少夫人，看到没有？看到，对我要稍微尊重，是有没有看到你们？哎，飞哥站着，你们还坐着，来来来来，您坐坐。飞哥，希望今年我们的春节如果有，我们有做这个大晚会，再度邀请我们运桥镇老师跟好，感谢飞哥，谢谢，掌声鼓励。